一号参赛者方欣带来的我想。是我的腰，我想，我想，妈不错的感觉要让你知道，我想。各自在天空做着祈祷，向我问候，你现在好不好？是不是还记得笑吗？拦住我的腰，我想，我想，妈不错的感觉要让你知道，我想。各自在天空做着祈祷，向我问候，你现在好不好？我想，我想，如果你在身边。拥抱，我想，我我想，没有我的日子，你是不是还记得想？我想，我我想，给你一个遥远的拥抱。我想，我我想，没有我的日子，你是不是还记得想？方欣，哇，吉普赛女郎啊！各位八点档一姐，你看为我们节目真的很卖力，但是实在是不忍心看你日益消瘦下去的，去一块掉下来的，越来越瘦了，越来越苗条。演八点档啊，记台词还可以说两三句进去，这整首歌要记下来真的很累。就除了记歌词，还要记舞步，就真的。对，会不会影响你去记那八点档的台词？其实是不会，而且在现场我就会不时的也在那边跳一下，大家都很习惯。